好啦，咁今日我想讲下有关七一暴动案，即系立法会暴动案嘅少少枝节啦。不过喺讲之前咧，我都想交代一下，究竟同党案嘅下集系点咧？嗱，事实上咧，真系好对唔住啊！我其实同党案咧，我上下集嘅稿件系一齐已经写好咗。你知道，其实我嘥住咗好多时间就系写稿嘅。咁我上下集一齐改。個稿件已經寫好了，咁我預我一個星期錄音同埋剪輯啦，然後再一個星期做片啦，即係擺畫面落去咧。咁所以當時我就覺得自己可以兩個星期可以完成嘅，我跨大海口兩個星期可以完成。咁但係事實上你而家見到啦，兩個星期有突都未完成，點解呢？就因為我又改變主意啊！即係我本來最我最初的時候，那個第二集即係下集咧嘅主要論點，即係主要主題咧，就係麥家豪點解可以上訴得席？呢個係一個好重要，我認為係好需要同大家分享嘅一個法律理念嚟嘅。即係當時究竟喺原審法官阿黃建秋做到滴水不侵嘅情況之下，點解可以仍然走甩咗阿鼻屎阿麥家豪可以俾佢上訴得席咧？當中個巧妙喺邊咧？咁我原本嘅第二集係講呢樣嘢嘅，咁但係我又發現咧，當我想錄音嘅時候咧，我又發現真係冇咗其他被告嘅下場喎。即係我講完曬阿麥家豪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已經冇，即係除非我又做一段兩個鐘頭嘅片或者個幾鐘頭嘅片啫，否則嘅話我就講唔到究竟點解有啲被告係被判誤殺，有啲被告係判謀殺，甚至有啲被告只係被判傷人。唔單止啊，有啲被告係被判傷人之餘咧，仲要唔係傷人17喎，係傷人39喎，嘅其量都係傷人19啫喎，係一個好輕嘅罪嚟嘅。咁所以咧，阿被使上訴得席之後咧，佢都係被判傷人19嘅啫。所以之後再發還俾阿黃建秋去判刑嘅時候咧，佢都唯有判到去傷人19最高嗰個刑期，佢都冇悔，即係由20多年變成咗7年。其實傷人19最高刑期係3年啊嘛，然後加埋阻止私底下下葬罪，又判到佢最高，咁啊變成加埋7年。佢已經盡量分散，即係唔俾佢同期執行，分期執行，令到佢變成7年啦。咁但係都冇辦法，因為事實上真係判咗佢傷人19。咁判到最高都係唔低，咁所以你會見到都反映到咧，其實法官即係嗰個諗法同陪審員嘅諗法係唔咁。另外有個被判誤殺嘅，佢被判誤殺之後，最後佢嘅判刑係最低嘅，即係誤殺本來係第二高啊嘛，即係本來謀殺，然後誤殺，然之後傷人19啊嘛，因為佢冇傷人17，咁就變咗咧，本來第二重罪嗰個人咧又被判最輕喎，咁所以你會發現咧，事實上真係法官好明顯係唔同意陪審員嘅判決嘅，咁所以我又發現，喂，我冇理由唔講呢樣嘢喎，我冇理由唔講其實其他被告點樣個法官同個判刑同嗰個判罪嗰個唔吻合，其實要帶俾我哋要思考啲咩問題，似乎又好似。即係我擺嚟擺去，有時覺得嗰樣重要，有時覺得呢樣重要。但係起碼我喺呢一刻咧，我又覺得其實其他被告嗰啲情況似乎重要過第三被告麥家豪點解上訴得席嗰個情況。咁所以我現在咧係會重新，即係又唔使驚，我已經寫好噶啦，即係而家開始錄音噶啦嚇。咁但係起碼我係重新再做過第二集嗰份稿，然後再重新錄音，所以我當初以為可以因為份稿已經寫好咗，然後可以錄音，所以預計兩個禮拜咧就真係事與願違啦。OK， 不過我都會盡快噶啦。咁至於阿麥家豪點解上訴得席咧，我諗下點處理啦，可能會唔會有第三集，定係純粹喺出完兩集之後某個時候喺呢一度啦，喺 Patreon 呢度隨口 up 咁同大家講下，其實點解最後阿鼻屎係會上訴得席。好啦，咁今日咧，我就应网友嘅要求咧，就想解答一下，因为啱啱七一立法会嘅暴动案啊，即是阿黄宗尧有份参与嗰次咧，有份被告嗰宗案咧，咁就今日啱啱有个新进展，就话其中嘅被告其实之前被判咗佢系适合答辩嘅，因为佢其实嗱，再讲多少少啦。嗰、那個被告咧，即係何俊賢啊，何俊賢，佢咧之前咧喺提堂嘅時候咧，
佢嘅辯方律師就話：喂，呢個係精神病嘅，我佢係不能答辯嘅，而且佢指示唔到我做任何嘢，咁所以咧，我提出佢係唔能夠答辯，以精神病做理由。咁之前我講過啦，其實如果用精神病做理由唔能夠答辯嘅話，就要攞兩份精神科報告啊嘛。咁但係問題今次咧就係、是。辯方嘅證，即係辯方啊，係唔同意原本控方嘅諗法，即係控方或者法官提嗰兩份精神科報告咧，就認為佢係適合答辯嘅。但係辯方話真係唔得，佢真係俾唔到任何指示我。我之前都講過啦，其實本身係需要個被告透過律師去俾指示大狀噶嘛。咁但係而家個律師根本就同個被告溝通唔到，所以就俾唔到指示大狀。咁所以之前咧就已經有嗰個審訊啦，即係唔係今日啦，之前已經有個審訊咧，就係話特別因為呢件事，究竟佢適唔適合答辯作為一個聆訊嘅主題。我之前咧講精神病嗰次，即係斬人嗰次咧，我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其實我如果某個被告因為有精神病在審訊的時候已經作出不適宜答辯的申請的話，事實上可能陪審員是需要作出一次聆訊，即是陪審員要判斷究竟他是不是真的不適合審訊先。但是有個問題，其實就問我，主要問我這件事，就是說咦，為什麼你又說有陪審員判斷的？但是今次這宗案呢，即是黃宗耀有份這宗案呢，那個何俊賢呢最後被法官判斷他不適宜審訊，是由法官去判斷的，為什麼不是由陪審員，即是我上次說是陪審員，為什麼今次不是由陪審員呢？事實上是這樣的，其實很多時候法庭所說的陪審員呢，就是說事實裁決者，即是有時真的會用陪審員去代替所有東西，所說的陪審員就是事實裁決者，而在高院的事實裁決者就是陪審員，而在地區法院或者裁判法院的事實裁決者就是裁判官自己和法官自己。由於這一宗案本身就是在地方法院地院在地院那裡審的，所以地院的法官本身就已經擔當事實裁決者的角色，所以在這裡作出了一個能不能夠答辯的爭議的時候，亦都由法官自己去裁定適不適合答辯。之前呢，其實在六月頭的時候呢，已經因為這件事去作出了一次叫做聆訊，即是雙方對壘一下，雙方派的專家證人和雙方的大狀都作出他自己的陳詞，認為究竟他適不適合答辯。當時呢，辯方提出了兩個專家證人，即是傳召了兩個專家證人。兩個專家證人都認為呢，喂，他真的不行的，首先他智力又從小就已經是偏低的，而且他有自閉症的，而且他有思覺失調的，他同人對答是溝通不到的，你給他少少指示，你要給很長的時間去作答，你才可以得出少少回應，而且你要問到一些東西，可能需要有專業的訓練才可以得到適當的回應。所以相信辯方的律師是不能夠跟這個被告去溝通的，既然不能夠跟這個被告溝通，那他就不能夠給到指示的大狀和律師了。咁呢個就係辯方兩名專家證人主要嘅論據。咁但係咧，控方都有佢嘅論據，控方佢又提出咗另一個專家證人，即係傳召咗另一個專家證人。佢就話唔係，我覺得佢扮嘢嘅。嗱，冇錯，佢的確係有少低智商嘅，但係低智商不足，即係唔係低到佢唔能夠作出清晰嘅指示，亦都唔係低到佢唔能夠理解法庭程序。另外，佢嘅自閉性同埋思覺失調咧，冇錯係難啲去令到佢同佢溝通，亦都難啲令到佢對某啲問題作出適當嘅回應。但係咧，當時嘅專家證人就話：其實我覺得佢係扮嘢嘅。其實有時咧，你俾啲測試佢咧，佢係專登揀個錯嘅答案嘅，而且同佢平時傾偈同埋選嗰啲答案嘅時候咧，你會見到有分。即有不同的表現的，平時傾偈可能正常一點，選的答案就離譜一點，就好像專登選一些令到你會覺得他是精神病的答案。而且呢，控方的檢控官就說，其實辯方的專家證人呢，可能是誤解了什麼對法律團體作出指示。他就說呢，其實作出指示是一些很簡單的指示，例如我明不明白這宗案是告我什麼，我認不認罪，某些事實是否真的這樣發生，是一些這樣的指示，未必是一些很高深的法律指示來的。
咁所以咧，咁當時主控官就話，其實辯方之所以判斷被告唔能夠對律師作指示咧，其實佢對指示嗰個字睇得過分嚴謹咗啦。咁最後咧，法官咧就認為係，就似乎呢個係適合答辯嘅，佢係難啲溝通，但係咧唔代表唔適合答辯。如果咁容易俾一個人唔答辯嘅話咧，似乎係唔係幾合乎法律公義。咁所以咧喺六月頭嘅時候咧，就真係判斷咗佢係能夠進行答辯嘅。好，但係問題今日就發生咗問題啦，就係幾個被告，即係而家喺開案嘅時候咧，幾個被告都提出咗佢嘅事實，承認嘅事實，你知道啦，有雙方同意案情啊嘛，雙方同意案情係點嚟嘅？就係大家都同意一啲事實咯，咁好似個清單咁。對下邊啲係雙方都同意嘅事實，咁咪列出嚟變成個雙方同意事實咯。咁如果係幾個被告嘅話咧，有可能係有幾份嘅雙方同意事實嘅，基於唔同嘅案情有幾個唔同嘅雙方同意事實。咁所以咧喺一宗案而家呢個階段咧，就唔同嘅被告已經作出咗佢承認事實嘅簽署啦。咁由於佢已經作出承認事實嘅簽署咧，咁就控方就可以睇下究竟有邊啲佢承認嘅事實係控方都承認嘅，而且兩個夾埋之後就列咗個清單，就為每一個被告制定咗雙方同意事實。咁但係何俊賢呢個問題咧，就係佢律師團隊就話：喂，而家唔得，佢根本簽唔到，我同佢溝通真係有一個極之大嘅困難。所以佢又要求咧，我哋不如押後，俾我再長啲嘅時間去攞個承認事實啦。咁法官就話：喂，我已經俾咗幾日時間，即係星期六日咁啊，星期一，即係我已經押後咗幾日俾你攞呢啲咁嘅指示嘅咯喎。咁你而家仲未俾咗我再押後都冇意思嘅喎。咁就係啦，其實而家辯方做出嚟嗰個勢就係話：係啊，咁而家我真係攞唔到嘛，你有乜辦法啫？你唔俾我押後，咁我真係攞唔到，咁佢又真係唔俾我指示，你又唔俾佢，即係你唔判佢唔適合答辯，咁而家咪搞到咁樣咯。嗱，咁呢種情況咧就真係好尷尬嘅。咁你嗱，法庭係已經判咗佢扮嘢啦，你即係簡單講就係話佢扮嘢啦。咁如果法庭判咗佢扮嘢，咁佢就可能繼續扮嘢嘅喎。嗱，而家到而家呢一刻咧，在於我嚟講咧，我都判斷唔到佢係咪扮嘢噶啦。我當接受法庭原本嗰個判決啦，即係控方嗰個精神專家嘅意見啦，就話佢係扮嘢啦。咁作為佢咧。咁我原本辯方兩個專家都話我係真噶嘛，咁我冇理由唔繼續扮啦，即係將心比己，既然我係扮開，咁我梗係會扮啦，係咪？咁就會出現現在呢個情況。咁如果真係出現呢個情況嘅時候，可以點咧？其實又唔係真係冇彎轉嘅，你咪繼續扮啦。即係我假設係扮啦，你咪繼續扮啦。咁我就唔使你作出任何呢類咁嘅簽署，咁咪控方辛苦啲咯。控方辛苦啲就係冇雙方同意事實嘅情況之下，每一點都要舉證啦。大家要知道咧，點解會有雙方同意事實啊？雙方同意事實嘅好處就係話，嗱呢啲位置我哋唔爭辯啦。大家都知道嘅嘢唔爭辯啦，唔好嘥時間啦。你譬如話呢個係你嚟嘅，我唔爭辯啦。你真係做咗啲咁嘅嘢，我唔爭辯啦。只係爭辯啫，我哋大家有爭議性嘅嘢啫。本來雙方同意事實嘅意思係咁嘅。咁如果而家真係搞到咁樣，你又認為我係扮嘢，然後我繼續扮嘢嘅話，咁控方就要好辛苦啦，就要每一點都要好仔細，成個證據鏈都逐點去舉證。咁呢個就會令到法庭咧，其實就負荷好重嘅。咁但係為咗要補救呢一個問題，即係你我認為你扮嘢，然後你繼續扮，咁我唯有辛苦啲都要將你繼續控告咯。呢個就係法庭喺唔同情況之下要作出平衡，永遠都可以揾個程序去補充你呢個漏洞嘅一個體驗嚟嘅。好，咁本身呢一宗案咧，我覺得冇乜嘢好分析嘅，咁但係由於呢一樣嘢令我覺得有咗少少分析嘅意義喎，咁所以咧之後再有跟進，可能呢一宗案我會同大家再跟進一下。好，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咁多啦。